是什么情况？他要干嘛？哥哥嫂今天不在家，小宝妹妹带你带一天。让我带小宝妹妹。哎，别怪他，他调皮吗？不调皮，特别乖。啊，那行。啊，你干嘛呀？很麻烦。别生气，小孩子嘛。他玩的是我的口红，那不是你的口红。哎，算了。调皮的，姑姑也没关门啊！妈妈啊，不是，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